他是黄百度哎，他真的是谁呢？他是丑鸡，对不对？他看起来很像布袋戏里面的某一种角色，那一类的，就是林淑荣跟巧克力的混合体。是刘海关系吗？刘海也很严重，对。还有那个鞋子跟衣服有那个王胜芬，模特儿王胜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戴牙加他。还有那个啊，莫文蔚演鸡姐就是这个样子。对。哦，恭喜你演分饰这么多个角色。对啊，我可塑性很高啊。好，我们要欢迎下一位旅客，欢迎。他还没有擦。哦，还没有经过就逼了，这个很可怕。小打开，小打开。这个你好吧，拜托。他是机器人，这个包过来了。你要趁机跟旅客玩，我看到他的内裤了啦。墨镜会惹火安全人员，对，为什么？很欠扁啊，旅客都惹火，比安全人员还嚣张了，很欠扁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个人的设定就是电影明星呢，坐飞机，然后下飞机之后要直接骑着重机，然后去参加自己的电影首映。你没有啊？这是我的设定。为什么要这样幻想？你为什么要幻想你是你爸呢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也拍过电影啊。而且你这边名牌的贴纸为什么不撕掉？这不是贴纸啊，这是真的，还 logo 啊，姐姐，这个也会想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想，这个不会啊，会啦，会吧，拿去弄，你把手伸进去看，拜托，这怎么会想啊，拜托，你看看到没有，想了，是谁？好吧，所以其实我没有这个，你怎么看？对啊，你这个要注意啊。过来，你看，真的就没了。你看，所以你好安全的，你没有，我们这是很专业，不会是安全人员，因为我们在开玩笑吗？你好安全，真的在工作，你没有个性到这个程度，连机器都不会想。对，不是这个是很，连机器都不想跟你互动，机器不想互动，这么乏味的人，不要。这个我没怎么样，这个包包，这个包包我有点不懂哎。对，那什么拳击包吗？这是那个保龄球包吗？看牌子就知道，那是安全帽啊。哦，他刚才你们怎么懂那么多事情啦？你们怎么懂？怎么可能有人拎着男生嘛？那是安全帽啊！哎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你不会真的出国的时候带着安全帽包吧？真的，因为我像我去日本，然后去美国的话，我都会去骑重机。你在日本有机车停在？没有，在日本就用租的。然后在美国的话，是因为我的 cousin 还有摩托车。这个不会嫌麻烦吗？这个真的吗？这个很 stylish。对啊。对。我从十几年前就这样子做了，真的哦。对，而且长大了吧 ？No， 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戴安全帽，你在飞机上，如果飞机真的要 crash 的时候，你至少还可以拿个帽子出来戴。这想法蛮。你的那个 percentage 生存的 percentage 高一点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。可是照理说，不是应该是淹死的几率比较高吗？对，但是你要想想，你 impact 一瞬间，你头会先去撞到前面椅子，那你是不是头要先保护？你头保护好之后，你才能穿救生衣。所以说你一上飞机就把它拿出来戴好喽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是随身携带的。这个理论如果成立的话，应该每个乘客都要配一顶安全帽。对呀，对呀，就跟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一样啊。我觉得你们根本可以不用接他的话。对，我们认真在想这件事情哎，所以这才是真的随身包。这是随身的，这个里面就是盥洗的牙刷。这可以吗？这应该 OK 吧？会干吗？它没有超过那个就可以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太大了。这大概不是，这个可能不行。电动牙刷，对，牙膏。这为什么会是随身携带的？好奇怪。应该是放在，对，这恐怕要放在托运行李。对啊，这不行啊，因为你在飞机上如果是长途飞行，你要刷牙。对啊，这个不行。长途飞行的话，沙龙 pass 啊，它会容易运动伤害。不行，不行，只要是喷雾的。